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云南德宏。中午12点到4点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观看了世界各地的奇妙雨林，也和 CGTN 的主持人做了一个简单的连线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细致的、沉浸的来感受一下我们云南德宏的神奇雨林。Rare beasts roam this land of untold secrets. Dangers and mysteries lurk. 我已经发现了，就刚刚踩的。快点，快点！哦，我刚刚看到了。But exploration becomes an insatiable.Hello， 主持人好，各位嘉宾好，我是盈江观鸟协会的会长班鼎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名叫郑山河，是德宏州的自然生态摄影师。在这里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雨林的精灵。